秦风败了，想必你有几分神通。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，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风都不能伤他分毫。要引那妖怪出来，需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，我便能施法降服此妖。
正是现在，夺了他的宝物。百姓感谢不尽。